听说有一个新系统叫做暗炎魔装，那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有了。唉，这期我们真的讲得很深入哦。哎，结果没有出现啊。他意思是在说我等级太低了。好吧，我放弃。坐骑可不可以继续啊？进来 gain 啊，一键升级。坐骑听不懂你啦，你看我们坐骑先看一下。哎，幽蓝这种型的，不是不是，那沙蛇坦呢？沙蛇坦好像没讲过哎。然后还可以进化，它进化就是索罗王塔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就最后面那个嘛。那坐骑可不可以 ending 掉啊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那个。啊，不然最新的什么活动呢？哎，所以是我太低等了，我那个系统没办法玩哎。他那个东西没有开出来，好泛雅。哦，这个也很帅啊！所以这个是法器的，哇！哎，为什么我找不到武器啊？太美了吧！前世今生，哎，奇怪，武器到底在哪里呀？是我太低等了吗？总觉得是我太低等的关系。神兵，哎、欸，对啊，神兵啊，不是，他不是算神兵里面，奇怪。好，拜拜，不要在天使法上了，这整套的天使装啊，我们的法鞋跟法网好像还没讲啊。我给你看一下。